咁咧，转讲下啲疫情相关嘅嘢啦。咁就夏天来了啊！呢个网友叫佢就问2196啊。其实头先都有报过嘅股价今日做好啊。佢话见到2196上翻50天线，可唔可以跟进咧？上望几多咧？佢话我你又系炒疫苗咁样。咁头先都有讲过，其实佢系因为个即系个新冠个快测包咁就获批咁样，咁所以就炒上嚟啦。你又点睇话可唔可以跟进啊？呢一只股份？复星医药系咪？系啦。其实今日算升得多啦，4%，但其实最近的走势是差的，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医疗板块呢，你个别偶有佳作啦，可能是某只药品出场啊，或者验证包啊，或者疫苗等等啦，但整个概念呢都是弱势的，你买弱势股呢就要好小心啦。咁所以调返转啦，而家50天线呢是33元，我可能是50天线以下我才会买它，所以我整个操作会很不同。反过来就是强势股呢，落到10天或者20天线呢我就闹了，因为它是一个升势嘛。但是弱势股的话呢，第一买得我不需要很急去买，除非你说我漏夜知道呢昨晚有嘢公布了，那你买定了。但如果本身是弱势股，最近也是跌紧的话呢，是有好消息的，但今天就升了咯。那你连一个好消息升了之后先追入，咁就變咗冇斷少少，所以我如果你問我啊，我想買嘅咧，其實真係要落翻31.2呢啲位咧，我又覺得可以買復星，同埋都係嗰句，復星有個麻煩之處咧，咁乜都有啊，製藥又有，分銷又有，咁叫做分散風險，但另一樣嘢咧，你難定位啊，你就好難去講佢幾時會升。調翻轉啦，PD-1 而家係弱勢，但你起碼原來炒 PD-1 咧，咁你信達啊、八隻神州啊、君臣咪會升咯，原來炒 CXO 嘅，咁你咪係藥明咪會升咯，呢啲係比較容易歸類啊，所以我覺得操作復星咧，我喺而家市況裏邊咧，我覺得難度比較高，你自己都要衡量一下，起碼就落翻少少啦，50天線以下啦，最好就係31.0啦，嗰啲位咧，就算唔升啊，你守住佢嘅能力都大啊嘛。